各位觀眾，我是夢行讀者集團的電影監製。什麼叫巨人呢？巨人呢就不是我們外表見到的東西，而是他的信念，他相信的東西，而他本身行為舉止真的要做到出來，而是可以正面影響到別人，流傳後世人。我自己心目中其中一個影響我很多的金庸先生，雖然現在離開了我們，正正我先這樣說，就是說他的作品啊，即是很多小說啊，無論是文字或者影視作品呢，裡面所謂的英雄的定義呢，說好話做好事這些這樣的精神呢，都是影響著我和我身邊的人。由亞洲企業主辦的巨人獎現在已經開始接受報名了，歡迎亞洲各行各業的人士報名參加，等緊你啊！